演艺就是代表我的人生。我学习到怎么样应付打击，接受挑战，收获当然非常多，就是能够尝试不同的角色，然后我的生活 也非常的精彩，因为人生如戏嘛。一份耕耘，一份收获，谢谢评审肯定了我这么多年的演技。24位新秀即将强势登场，谁会延续红星的精彩？才华横溢初新秀2019